睇下咪得，而家係。幾多幾多？好，咁啊，今日如是我問咧，阿請到我老友阿幾圖嚟過㗎啦。誒，大家好。咁啊，幾圖咧就樣樣嘢都係專家。梗唔係啦。咁啊，睇下老師面前我點樣咁樣叫專家咧？最近啊，幫我手咧又教編劇。啊。誒，佢自己咧又係漫畫家。誒，幫我手咧呢個講30幾年前。係。 就啱啱食飯時咧，就講起當年咧無線電視有一個文化節目，就叫做咧成語動畫廊，冇錯，成語動畫廊，咁咧係小弟改名嘅，咁咧嗰個裏邊咧有兩個主角，嗰陣時已經諗到出嚟用一個熊貓博士。 同埋用一個機械人歪歪，就兩個兩師徒主持，咁啊解釋成語。咁呢成語咧，當年咧好流行，好犀利。呢個節目咧，有段故嘅，我咧就喺呢個翡翠動畫廊咧，忝为主席，冇做嘢嘅，冇做嘢，咁啊。 真正嘅總經理石少明先生，咁啊，香港咧就派咗阿幾圖咧，來做首席嘅設計師同埋漫畫師。動畫編導，咁啊，阿張海興咧就去落咗去咧，編審。咁啊，喺嗰度咧，以前張華標都做過嘅，係張華標做過嘅。咁啊，收尾咧又請咗一紮咧喺國內嘅。 漫畫家，百幾個添㗎，百幾個喺上海畫院，上海又有，北京、天津、遼寧，都有，你諗下1986年嗰個時期，1986年已經開始㗎啦，係啊，即係時為時，而家成96、16、30幾年前，佢而且成語動畫廊係計起上嚟都係香港嘅第一部自制嘅動畫片集。 系啊，每一次咧就出3分15秒，哦，記得咁清楚，我記得嗰個我哋係最早期嘅迷電影嚟㗎，係咪？有個主題，係啊，好清楚咁樣，同埋製作好認真，因為嗰個文化教嗰種校對咧係好，好多人都話今時今日都幾難再做翻到。係啊，嗰陣時我哋請咗一紮咧，叫做林作漢老師啦，係啊，叫做老師叔儒啊，係。 就同我哋咧睇嗰裏邊有冇錯，係嗰個好緊要。因為咧當年咧係好多後生仔咧，小學生啊、中學生咧，就睇嗰個成語動畫廊嚟學中文，係通嗰啲成語嘅。雖然話係entertainment 娛樂性節目，但係唔錯啦㗎嘛。不過阿志官咧，即係我舊媽俾你聽啊，我哋最近都入去小學嗰陣時候咧，就即係教佢創作嗰陣時候咧，一講翻起咧，即係你成語動畫廊，大部分都睇過。老師係而家睇，唔係老師啊，梗係已經為天人啦。原來喺我細個嗰時都睇呢個成語動畫廊，但係咧即係已經小學生咧，佢到今時今日咧，學校都有一放。係咩？係咁佢。哇！有一放啊！基本上咧，就以我所知咧，就係。 而家咧，佢哋嗰個放嗰陣咧，個版權都冇問題嘅。咁佢哋亦都咧，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講成語動畫廊，用一個動畫嚟表達咧，就都係一個好好嘅表達嚟嘅。咁呢個咧喺中文嚟講咧，係一個好好根底嚟嘅。因為咧千言萬語亦講到個意思，但用一個成語4個字，多數4個字。 就已經概括晒所有嘅意思啦，一講就明啦嚇。譬如一言既出，驷馬難追，你用白話文嚟講，哇，原來要慎言，又要講完之後，認數話幾多嘢搞得掂啊？係啊，咁啊，同埋最關鍵咧，因為嗰陣時都好有步驟一個條理，咁啊。 最重要就係嗰個成語嘅古仔就一定唔能夠錯啦，因為如果你錯少少咧，兩個電視嗰個供應咧，係啊，唔知咩鬧，即刻俾人鬧。係咁啊，所以咧，即係喺成個嗰個推動嗰陣咧，開頭阿張海興啊，佢哋整咗個係啊，張海興啊，咁都已經俾一啲去睇佢嗰個究竟嗰古仔有冇問題。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係睇完咗之後咧，咁我哋咧就將佢咧。
就揾一啲造型出嚟啦，即係設計佢嗰個前代嘅造型啊、服飾啊、道具啊都要考慮有參考嘅。咁同埋咧就係亦都即係畫嗰個故事圖嗰陣咧，亦都要咧即係有一個考慮咧，就話喺今時今日你用動畫去表達嗰時，你除咗講個古仔講出嚟之外嗰時，你有冇時代感咧？係喎，係啊，呢個咧就咁整完咗之後咧，成個出咗嚟。咁嗰個故事版，咁嗰個嗰啲文化指導咧，都再睇多次。哦，咁跟住咧，好嚴謹啊！咁覺得係冇問題啦。咁然後我哋咧就係將佢咧就製作變成咗動畫。咁啊做咗動畫之後咧，配埋音嗰時就係阿保全叔，係保全叔配啊。阿熊貓博士啊，係經典嘅，你都係特登揀阿保全叔咧嚟做啊，因為佢嗰時已經配緊。哆啦 A 夢即叮當，叮當嘅主角係，咁啊成個做曬之後嗰時再睇多睇，仲要第三次審，係第三次審，然後至出街，咁呢個成個過程咧，咁我哋好多時都講翻出嚟，咁啊亦都覺得原來而家喺呢個時刻咧，都好難做到呢一種咁嘅嚴謹啊！你知道喎，係只得3分15秒嘅啫喎，係啊，三分，係啊，唔係一個咧好長嘅故事，係好長嘅製作。那個時間是要用得很準，是啊，比如一個3分15秒你要講到南柯一夢那20多年而且我們之前還有熊貓博士和 YY 的一個解說，到解說這個尾的時候一個叫結尾一個結品，是啊，所以對那個故事的那個設計都相當之有時是好考功夫，系啊，咁但我哋就好开心啦，因为嗰时我哋个经验咪完全唔好够，咁但系咧就即系有呢个咁嘅节目嗰时候咧，我哋就即系真系一个叫做系完全系一个叫做尝试咁嚟去，系啊，做几耐就我哋记唔记得做几耐？佢总共咧我哋咧其实系有182集，哇，我都相当多。去到咧而家，如果你睇到嗰、那个即系譬如。DVD 咧嗰啲咧，佢就係都 keep 到162集嘅，都有。係，聽聞而家好似將新嘅再做個 DVD 喎，係有個 DVD 版，而個 DVD 版咧就都有埋個國語嘅配音版，兩種配音啊。係啊，咁即係粵語就原聲版嗰個啦。有冇字幕？好似冇字幕。未有字幕，可以再做一個版咧，有字幕。而家咧就有啲二手創作咧，就都做咗有十幾集。我睇過啦，嗰個咧就係初級版，好多小朋友都中意睇。咁佢都問啊，佢話：喂，嗰個初級版都容易睇，我話你唔好，你睇原裝版先啦。係兩樣嘢，第二種係愛嚟玩嘅啫。係咁樣就，但係佢都好，我覺得佢嗰個初級版咧，而家出嚟嗰時你都睇到，佢搞笑咗之後嗰度咧，佢冇捉嗰個原意喎。因為你會覺得對啊呢一班搞搞震咧，佢都有啲可能佢哋都中意睇《成語動畫廊》。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始終入邊嘅初級版咧就冇啦。咁但係咧就係、是。你會睇到佢冇改嗰個原本，冇啊推動嗰個叫做成嗰個成語動畫嗰四字，用四個字嚟講到一個故事出嚟。30多年前咧，係嘅製作，而家咧反而冇人翻轉頭再做，係、真可惜，可惜嘅。因為咧喺當年嚟講咧係嗰陣時唔覺得係乜嘢咁巴閉，但係而家30多年後咧，啊！啲老師啊、家長啊、學生啊，都恨啊，有翻咁樣嘅製作，專擺喺黃金時段喎。係啊，阿紀圖。係，因為當時咧，即係對我嚟講咧，咁我哋都係即係30多年前咧，係真係僆仔嚟啊嘛，我哋識嘅，係冇嗰個經驗嘅。嚇，咁佢只係有一個叫動畫嘅經驗，但冇一個做一個片集嘅經驗。係，尤其是呢啲叫教育，有個教育嘅。佢文教組嗰時專登放咗個文教組嚟做嘅。咁當時我哋都接咗呢個任務嗰時候咧，就其實係覺得係好有難度。係。咁啊，亦都咧係好興奮，因為始終咧即係你冇第一次啊，點會有跟住落嚟咁樣咧？咁所以嗰100多集嘅成語動畫廊咧，對我哋嚟講咧，或者我哋都而家都叫咗係一個叫專業嘅動畫師嘅時候咧，係都好覺得嗰個體驗奇妙咧，就係喺國內咧，就應有能力有人才係可以跟住做啊，但係冇喎。佢曾經咧都有做過有幾個。
都類似成語樓動畫樓呢一個咁嘅管制嘅，就似一個叫熊貓兄妹嘅，但係唔得啊，因為佢嗰個用嗰個方式咧，我諗可能佢初將個古仔咧，佢冇去得咁透徹，係冇咁戲劇性。係，因為佢始終咧，我諗最主要咧，開頭嗰個編劇組。嗰、那個編劇組咧，即係將佢興做編審，但係其實我寄翻你上嚟應該有六個編劇嘅，好啊，好多，我派好多人去咁做。佢一路睇完咗之後咧，做咗好多啲資料咧，我諗嗰個過程咧，如果相比之下嚟講咧，今時今日咧，唔係冇嗰個資源，但係可能冇嗰種時間啊，或者嗰種或者係嗰種意識。同埋當時嘅電視台嘅嗰種，好似你話齋咧，佢揾個時段咧都相之好。一個 prime time 嚟嘅，一個好好即係賣錢嘅 prime time 嚟嘅。係，咁所以即係而家講起嗰時候咧，咁我哋都覺得咧，即係喺嗰個係一個好好嘅經驗㗎，得到好即係有好多嘅嗰種，即係而家都可能好好難求嘅一種咁嘅體咁驗。收尾後來咧，我哋另外一同事咧，盧志強咧就喜羊羊啊，係啊，嗰個咧就好犀利喎，好犀喺利國內咧成為一個即係熱好熱嘅話題，係，而且好多人睇係啊，喜羊羊只羊做卡通人物嘅，係，但咧就教育性咧就冇呢冇咁強，咁強啦，不過都係好成功咧，就因好成功。為當時咧即係嗰個都係喺嗰個。廣州嗰邊咧，咁佢都可能用一個叫做香港嘅嗰種製作方式，佢係俾嗰啲年青嘅動畫師咧，先發試揮，做完先，發揮，就用一個即係最平嘅資源咧，嚟搞咗一啲好短嘅一啲咁嘅劇集咧，就慢慢咁嚟去推動咁樣。最初嗰陣時咧，佢都係冇人留意嘅，係啊，呢樣又係啊，到咗後來咧，慢慢啲人漸漸熟悉咧，即係知道原來咧係一個幾有趣嘅，佢攞趣味性，係咁咧就變咗咧，慢慢 hit 起上嚟，咁就唔係淨係喺廣東省 hit 啦，係啊，就全國都 hit 啦。當劇場版嗰時，即係電影版就唔得掂。都好受歡迎啦、啊，嗰、那個係，變成咗嗰個叫做係中國嗰個動畫，即係踏入咗千禧之後嗰時候好重要嘅作品嚟嘅。係啊，好重要嘅。咁、嗯、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就成語動畫廊咧，成語呢一個題材咧，係永遠有賣點嘅。係嘅，咁啊，而且咧，即係都我印象中咧嗰時。石少明先生咧，咁佢都有提及啊。我哋裡面咧，其中有應該有幾十集咧，就係響英國嘅電視。係，我知係。係，我記得都買咗咧。咁我就會英文嘅。係啊，有個英文嘅嗰個版本咧。咁咧就佢當係一個叫 traditional， 即係一個傳統嘅中國故事。係啊。咁但係佢因為佢成咁啊，我哋而家翻睇翻嚟咧，就即係都睇到咧四字嘅成語故事咧，然後裡面咧用四個字裡面咧就講出咗一個包含咗好多嘢，係有個心意。咁啊呢樣嘢就真係你會睇到咧，即係相當之好嘅一個嗰時嘅一個作品嚟。因為咧你知道中國嘅文化咧，係喺成語嚟講咧，佢係從中國好多古書啊，經史子集裏邊咧都係揾出嚟嘅，好多咧係有哲學性嘅，有教育性嘅，同埋有思想性嘅，尤其咧嗰啲喺《詩經》啊、《論語》啊、《孟子》啊攞出嚟嘅成語咧，而家用翻咧係真係相當之咧有好，同埋咧當年咧我記得咧。就是在小學的時候呢、已經要背了有本成語手冊要背了要背要準備小學會考那時候做會考你未試過了我就試過了小學就沒有會考但我們都要有聲用事但我們要讀的小學會考呢就那時候最後一屆就要考成語填充、成語呢漏空了兩個字、一言咁啊，後邊係乜嘢咧？司馬咁啊，乜嘢咧？咁你填充落去，你唔識咧，你又啞曬，你就唔知乜嘢噶啦。蔡邕，蔡邕係啊，佢唔想你個故事，但咧要你填充，將嗰個成語填翻出嚟。咁而家咧，我睇咧，好似暫時咧，
就冇一個咁樣嘅考法。咁我諗就係而家可能小學生咧，即係佢學成語咧，我都覺得係非常之有用嘅。有用一定有用嘅。咁佢咁啊都好好好開心咧，就即係當時咧嗰個翡翠動畫嘅嗰個出咗一個成語動畫廊啦，到今時今日咧，即係仲係一個里程碑，好多小朋友都仲喺度睇緊。係啊，啊，佢係十幾廿年㗎啦。咁啊，介紹阿幾圖啊，首席嘅設計師啊，我哋做呢個節目啊。咁啊，下一節咧就我哋就要講阿幾圖另外一個專長啦，好嘛？拜拜。好，拜拜。